民众开心的跟雕塑合照，这里是基隆市国门广场，配合2022城市博览会，正展出国际雕塑大师著名的人间系列绅士雕塑。这12座雕塑，有的撑着伞，有的提着行李，跟基隆的雨都及港口城市形象意外契合，因此成为城博会最夯的拍照打卡景点。有外县市游客专程前来，就是要跟绅士合照。这个是著名的标志啊，他一向的作品都是这样子合。蛮有特色的、啊，我觉得就是他在网络上就有听说是蛮有名的艺术品，然后就现场来看，觉得真的蛮震撼的，然后也是真的很好看这样。它结合基隆的特色，所以看起来就很有，就看到就知道是在基隆。就连基隆市民也觉得只展出十天实在太短了，希望著名大师的艺术作品能长留基隆。大家也蛮特别的，然后也可以造成基隆是我们的特色，下雨。对，下雨城市，基隆的风格。希望他继续留下来。啊？希不希望他继续留下来？希望啊，就还蛮有艺术气氛。对，很特别。很符合基隆的风情，因为他们有带伞，我觉得很好看。我本身也蛮喜欢著名的作品。对。那因为他们只有十天展期，会不会希望他继续？会啊，十天太短了。对此，基隆市长林佑昌除了感谢大家对著名绅士雕塑的喜爱，也认为对艺术教育非常有意义。艺术品在公共的空间哦，对这个艺术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很多我们的小朋友，还有国中生，在那个地方跟这个雕塑来合照，然后老师在旁边做讲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户外的美术教育哦，美学的一个教育。我觉得这个对陶冶我们基隆人。提升整个包括对城市空间美学的一个概念跟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无价的。对于民众希望长留的诉求，林佑昌也证实已经与著名美术馆方面讨论，希望让著名大师的雕塑作品继续在国门广场呈现。从这个国门广场开启的第一天哦，我就发现说其实民众非常非常喜欢著名的一个雕塑，在那个地方哦，争相跟这个绅士系列的雕塑来做合影，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这个真的是对了哈，中了。那我想我们已经在跟著名美术馆哈来做一些讨论，好，怎么样让著名的公共艺术哦能够在我们的国门广场这个地方来做某种程度的一种呈现，好，不管是把这个绅士系列的一个雕塑。把它留在原地，透过也许是一种合作，或者是我们继续来借展，或者是一个长期常态性的，我们基隆市跟著名美术馆来做一种长期的一种合作的一个关系，这个我已经请我们官销处哦开始跟美术馆这边。来做一个讨论。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方面表示，目前仍依原定计划期间限定展出到6月19号，想要跟绅士合影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